就切你的伸缩刮刀，平常的时候这刀是收起来的，要用的时候这样压下去往外推，刀就出来了。这是 0.5mm 的杜泰的 SK5 钢刀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我们这样推，我们可以很容易把它推掉。就要像这个，这成年的残胶旧胶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得很干净。就现在是这样子哦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推上去，因为它后面也在听嘞，它可以用这个掌心推住，所以它比较省力。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把这个。现在就可以把旧的胶给推干净。